之後下一位嘅就係大會，恭喜發財！過分為何我咁？開心嘅你，唔係呢個時間，但係都恭喜發財先。咁就唔知道你對今次嘅2023年亞洲逆齡女王呢個競選有啲咩心得，你或者咩想法呢？心得就冇乜特別話要咩心得㗎啦，因為我始終都唔係女性，係啦。不過如果真係譬如競選呢樣嘢，我以前都嘗試參加過啦，只不過範疇唔同，一個歌唱比賽，一個係一個選美比賽，都係一樣嘢啦，源自一樣嘢嘅啫，自信。係啦，即係你行出嚟，無論你做任何嘢都好，你就算唔講嘢啦，行出嚟，你只有自信心咧，啲人會feel 到哇，嗰個氣場咁勁嘅，哇自信心爆棚喎，但係又唔好過分自信，令到自己變咗自負啊、自大係啦。咁唔知道你對嚟緊嘅參加者或者準參加者有啲咩？除咗自信之外，有啲咩評審嘅標準咧？哇！評審標準我諗應該係選美活動不外乎係對答啦、言談啦。儀態啦，即係呢個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啊嘛，係咪？同埋我期待佢哋一啲嘅talent show， 真係即係嗰啲叫做才藝表演係啊，係睇下佢哋會做啲咩出嚟，令到我哇咁樣咯。唱歌會唔會加分咧？如果唱歌佢真係打動到我咧，我相信一定會加分嘅，因為你知唱歌其實都好似講故事咁樣。個故事動聽的話係 touch 到我，我一定會加分。咁唔知道你對今次嘅亞洲逆齡女王，咁佢就有唔同嘅元素啦，佢就有話交流啊，有文化，有慈善，咁唔知道你呢方面點樣睇咧？我全部都好喎，全部都好。係啊，嗱，文化咧係每個人都需要去學習啦。咁慈善呢樣嘢係，亦都係嘅。我哋要點樣回饋社會，幫助一啲有需要嘅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嚟嘅。所以我係支持支持。好。咁唔知道你 keep 得把聲咁好啦，唔知道對逆齡呢方面你有冇少少嘅 tips 咧？得閒嚟屋企唱多啲歌啦，即係嚟唱歌，即係我自己講唱歌啊。無論係做運動又好，唱歌都好。有些事情都要 keep 住嘅，持之以恆嘅。如果你唔 keep 住咧，其實有些事情會去 drop， 會流失咗係啊係啊，但係做得太多運動咧，亦都會流失嘅。所以識乜嘢？流失一啲嘅脂肪，係因為冇乜脂肪嘅人咧，就會怕凍啲啦。呢啲太學術性嘅，唔好講啦。係咯，你 keep 住做運動啊！如果真係中意唱歌或者佢哋有啲咩才能都好 ，keep 住去練習咯。我呢樣係一定需要。咁好啦，咁唔知道最尾2023年啊，你嘅工作有啲咩大計咧？有機會再話俾大家聽。咁希望即係工作多多啊！最緊要照顧屋企人啫，其實係。好，咁都希望你工作事事順利啦，工作都屋企人都即係平平安安啦，健康啦。好 ，thank you， 國峰。好，隔離機械依度。好，嚟攞張添。中間唔該。好。封神啦！封神咗好耐。好，三位依度啊，好。咁啊，喂，不如咁啦嚇，係啦，俾啲掌聲先啦。阿堅啊，咁咧有請我哋嘅 Candy 上台，亦都有請我哋所有嘅獎嘉賓，可以手搖步翻返嚟嘅座位，欣賞我哋嘅導師為大家唱歌嘅。靠自己。好，再一次用掌聲俾我哋嘅導師 Candy， 為我哋嘅即場獻唱歌曲噶啦，將時間就交俾你啦喎。好啊。正如剛才所說，會有才藝表演的話，如果讓我選擇，我會選擇唱歌，因為如果真平時不懂說話，不懂表達的話，用唱歌去演繹一個故事，一件事給人聽是最好的。譬如大家如果是喜歡柔情似水，喜歡唱情歌的話，可以好像我這樣選擇二人一首歌。
记住眼神。把一半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有些事都已经来不及，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。比喻，太傻，因为这个是譬如一些喜欢唱情歌的女士都可以选择这些歌曲。记住唱歌的时候留多些感情出来，因为你真的讲起我故事。因为刚才有首歌叫《说散就散》，是一首比较很不开心的歌，可以将你们的故事演绎出来。可能你们未遇过一些不好的经历，大家都很漂亮。OK， 咁若然你们是一个很活泼、很天真、可爱的小女孩的话呢，又可以试下唱一些快歌，触动下台下这么多位的观众朋友们。表演我直到你令眼睁开，唱的压能量在台上释放，攻克这殿堂，这路锋芒，让你今晚做女王，比赛大片歌力量散发，以后一段段风光，不管以后谁称霸称王，难及你今晚胜世状。这些就可以令到现场的气氛再好一点，大家都可以融为一体，是不是？意见在这里就给到这么多了，希望大家努力吧。 OK， Thank you， 多谢这么多位观众的支持。好，再一次用掌声给我们的导师 Penny， 快歌又得，慢歌又得，相信